没问题，还有一个男生可以，可能要紧张，我们还有另外机会。一样就是几步，哦，男生女生几步嘛？品四啊，因为最近四大运前阵非常红的啊，我们中华的部分的品四啊，我们得到了冠军啊，所以现在的品四是非常他那个表演的节目跟比赛项目。品四除了看他的这个动作之外啊，他的这个精神到位、力道啊，都是他的评分的标准。来做击破的表演，好，接下来是由女子，同学一样不要立即的掌声啊，但是容易在实际上要踢的到位，力道要足，来把击破，好，先换来女子的品质啊。我看得出来，其实每一个动作都不是到地位啊，他的点就很重要。好帅啊！帅气十足啊，帅度增加破表。目前在中间这位是我们一三一三的心理控，我一三一零级的魔力老师，这个人好帅，好帅。好美，好美啊！一些老师在这里。好，刚刚是男子，女士。好，这边补充，有参加教职员趣味竞赛的机长，请准备。好，现在难度高，现在前面有二四六个人，这一个一三的。